地赛，甲你戏念啊嘞，阿舅啊，伊讲是种种教练赛事来做兄弟，连个会使接较长个无？这样我背起你就登起啊嘞！黑手。哇！我你讲，今日伊望下看这双卡的值回票价，搁买不买？买买门票的吼，水呀！哦，他笑起来真的是会让人家如痴如醉的。你卖球哦，你要球嘞，大家都会爱着你。我跟你讲，你卖球。长得真的非常的漂亮哦。哦，女人看得羡慕，女人看得嫉妒，男人看得羡慕哦。这样穿都去做梦，千万唔通啦！我跟你讲，心态袂好的哦，这做亲阿婆啊。来，加油哦！还笑？哦，上班上个真有扛棒哦，手尾啦真有哦，六头发哦。这个长期哦，伊的副业是摸阿门头的啦吼。好来，开始哦，用喷的啦，这边也可以用喷的，叫你们来赛吼。来，钢管倒掉哦，起没有哦，超级性感的哦。哦，身高168，胸围28，没有，腰围只有18，下面有个小喇叭，听说没有啦，没有过来了。漂亮哈，很厉害哈，放心，绝对不会强奸你的眼睛。哇，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大概有用哦，只有你最认真。你觉得这样子欣赏，不用手机拍下来还好看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太好了哦。他永远把你放在心里啦、啊。